幾長喎、啊、呢、這個成座？那潮州嗰個差唔多。長過咯呢個。潮州個大啲，高啲咯。呢度江西啊，嗯，間租啊。小學啊，呢間間祖廣州江西廣州，帶你去城隍廟行下咁樣啫，又唔係咁樣。唔知外面嗰啲嚟你廣州又咪咁？1939年。放水！屌你唔攞只大大公喺度雞，就咁做門面咩？睇落啦！迎春門啊！我们现在基本上看到的城墙呢，都是比如说像南京的古城墙，像这个西安的古城墙，基本上是什么时候的？明朝的，啊，明朝的。宋朝的古城墙呢是很少见的。那古浮桥呢，我们待会儿穿过这个门，就能看到赣江前面那个江啊，就是我们看到的赣江，也是江西的。城墙啊，嗱，呢度一条。影到呢个塔啊嘛，嚟啊！啲水好清啊，啲水好清啊！咸鱼仔啊！炸咩鱼？翘嘴鱼啊！多少钱啊？写了写了。哦，45。
$45一斤。这两个啊，都是年轻人啊。长期吃饭，你朋友要聊天啊。就是上午从我庙里面啊，进城里面进那个村，最老的。一包菜汤，老干面啊！鱼干仔啊！哇，香香香啊！系啊，翘嘴鱼喎、啊。咪就系我哋嗰次去咩食咩话？我哋嗰次去咩？你知唔知啦？唔系呢啲啊，大条啲啊，呢啲。嗰啲系咪茶鱼啊？你唔行落去，行落去。你啱落去？几行？我唔揽落去，我只眼唔好啊！啲眼你点影过嚟？冇揽啫，应该系爬上嚟。我揽落去影喎，黐线嘅。我唔揽。我唔影啊！阿廖，啊，你我跟连长合个影，坐到桥水很美。伸直开，伸直个腰，伸直个腰。啲艇家卖鱼啊！他们就嚟參觀呢度啦，耕種江西廣州。